你讲一校传统，类换仪式车队唔系本人宣望，作为教男球传统嘅发言体，也为五大长洲最精彩嘅比赛，最热情嘅球迷，甚至全世界最赞嘅场地。这份仪式所就台庆的比赛，对着几家协会两种天气跟所举行，大家都在看到现场人潮正在行动。不过你在地讲，热情的民众都没算乜个，因为现场做的中大的民众是高达74,500人，同时几下底下全世界不当做的听众的最大的单体建筑。你讲热身体下点前，五号见同来同去，正好谈古典音乐欣赏表演，看演做戏。我在卡提夫湾斯特新台币64G用文艺式上班 slate 结合传统功法所做的风通外墙打造出来的 Welsh Millennium Center 是最丰富的艺文表演中心。就算是讲展开单纯的建筑面，只想要去谈名家的作品，热摩要紧，行我三分钟的时间都隔壁，问题是国民衣服的新材料 Snack Building 平常做得轻松的满足你。问题是国民衣服总共有两栋材料，一栋是市中心，那一栋是吉扎利亚所在卡迪夫贝利亚片。两栋国民衣服的材料栋从小是给设计师按照 Richard Rogers， 因为两个设计师同时设计的法国的蓬皮杜中心。地面的设计师 Richard Rogers 虽然讲是英国人，不过其设计不但相当 Welsh， 同时兼顾了 environment friendly。We asked the architect to build us something that was sustainable, so this is a very green, a very eco-friendly building. It's also a very Welsh building in that we've used a lot of Welsh materials, but it's also a very international building in that we've used material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.作为一栋六建筑，威尼斯国民议会采光灯火，因为四面都是玻璃，同时都地图完全是开冷气，能准看到台面积的触摸跟空气在自然的流通。在啊有限的地方任下注册，就算对国民议会地图也完全想不到几条进去有乜关系。你是在安在两栋建筑之后做的天下脚步，先做休息。台湾有每个家境，去年六六个海风，本来会变作系当天最好的热火提点之一。问你声音用实力证明，是从来没问题。谢谢卡提夫市，面积差不多只有台北市一半。我单想来到全世界地面的建筑所写到的注意，还有观光人潮，做事一件算不满意。以上在记者冯阳山七位分享时间，对这个问题是采访报道。